里边请，几位客官，想喝点什么？好茶，只管上来就行。好嘞，来，这边。哎，来这边，坐。哎，几位客官，坐，坐。爹，给这几位客官上供今年新产的毛尖。哎呀，好嘞，说话就开，你给客人上点点心。哎，哎呀，口渴的紧呢，先尝尝夫人新酿出来的酒。 娘子酿出来的酒，可是越来越好了。果然清冽，解渴得很。烧饼来了。 点心来喽，上好的毛尖来喽。嘿，主人，这饼子是热的，您尝尝，味道一定不错。你先吃，我尝尝这里的毛尖。哎，小雨哥，你来一个。 咱们盖好几间大房子了。是个好东西，把他卖了，钱给你娘治病。爹，看这三人衣着华贵，必定是大户人家。不如把这书生打扮的先放回去，咱们把这两个人绑了，做人质，也给多所的些钱财。对，不可，我等只图钱财，医治你娘肺病，不可图财害命，滥杀无辜，也不可枉生非分之心，行勒索之事。爹，多虑了，这荒山野坡的，只有你我父子三个人。 就是把这三个人杀了，为了大虫吃，那也是人神不知啊！混账！你我又不是打家劫舍的贼人，照我说的做。拿了他们身上的钱财珠宝，把他们扔到大街上。等蒙汗要过了药劲儿，让他们自己回家。爹，爹，怕什么？世道不太平，还讲什么礼仪道德？等有了钱，治好俺娘的病，咱一家人到那水泊梁山，投了那及时雨送功名，大伙儿吃肉，大碗吃酒，岂不快活自在？这些人就算是俺劫富济贫。 给梁山县的投名状了。好汉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快把解药拿出来！ 快！ 我刚给你喝完解药。
你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一点小伤。哎，主任，